歡迎收睇《髮興冷靜一分鐘》。Eva 上次提過咧，即係渦輪牛熊症點樣分啦，或者有啲咩好處咧。咁但係成日都要計咧，就係話要計渦輪嗰個價值啊，係咪會都幾深㗎？其實，渦輪嘅價值咧，主要咧就係由個內在值同埋個時間值去組成嘅。如果話當嗰個行駛價咧係越價內嘅話咧，即係距離個現貨價越價內嘅情況底下咧，個內在值咧就會越高嘅。咁當個內在值越高嘅時候咧，渦輪個價值咧就會越大啦。咁同樣啦，個時間值咧，即係如果個年期越長嘅話咧，時間值就會越多啦。咁所以如果越價內而越長期嘅渦輪咧，個渦輪嘅價格咧就會越高。而個行駛價如果越高越價外，年期越短嘅話咧，佢個即係渦輪嘅價值咧就會越低嘅。哇，解釋得好清楚嚇，我哋下集再傾。